迎大家收看《區區有食堂》，我是今集的主持 Karina。 每一集呢都会去香港不同的地区，给大家试一下好嘢食之余，又可以看看不同的区域它的文化有什么不同。我自己认为，例如一间教会它所在的地方，上帝一定有他的心意，人家很难理解我们的生命，不过人家容易接受我们的生活。用他来说，我们需要就是不断地去自省，究竟教会存在在社区里面，我们对那个社区带来什么祝福，不是只是生命的祝福，还有是生活的祝福。潮游尖沙哈密达，我哋对下稿先啦。阿周 Sir 啊，今日真正传播咧，叫我哋拍呢个区区有食堂，但系冇得食噶。系咯，我又肚饿喎，不如去食嘢啊。喂，够钟咯。你啦，开工未食饭点算啊？唉，好行。好嘢。圣经食知识，吃的意义。人是需要吃东西的，所以人和神，神是不需要食物，但是人是需要食物来生存下去样的。所以这方面是提醒人，人是需要依靠神来到去生活。其实呢，尖沙咀呢真的聚居了很多不同国籍的人士的，好像我这样是啊，就好像这几条街这么讲，其实呢这里住了很多有钱的南亚裔人士，他们不单有住还有开铺头，所以呢哇，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国际都会。那我们身处这条街呢，很多韩文，我知道当然是韩国街啦。没错啦，这里就是有所谓韩国街之称的金巴利街啦。咁啊，呢條街有個特別咧，就係話咧，啲韓國人咧，將佢聚居喺度咧，仲要喺度開鋪頭、開料理喎。嚟到呢條街咧，我諗可以品嚐到正宗韓國料理係點樣。周 Sir。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基督徒對飲食不可以有高要求，因為聖經不是說即有衣有食就當知足的。不過我個人又不是這樣看，其實基督徒可以吃得很尖的，是啊，不過就不是單是一定說食物的質素的要求，而是說那份人情味。今天就譬如香港人很追求要豪飲豪食，吃得貴啊等等啊樣，但是聖經就在這方面是沒有鼓勵我們的，就是吃得越豪可能越節度都未定，聖經反而鼓勵我們是吃得簡單簡樸，而且最重要就是當你吃的時間是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朋友開開心心快快樂樂地吃，當你吃得開心的時間縱然是很簡單，但吃得開心好過你吃得很豪但吃得不開心，這是聖經所說的。哇，甜汁啊，蘿蔔啊，嗱，介绍啲嘢食俾大家先。這个咧就系彩色韩国杂菜丝，系韩式杂菜炒粉丝。粉粉哥同我哋平时食开啲粉丝有咩唔同啊？好有粉丝味咯。除此之外咧？都几烟韧咯，个味。系啊，同埋咧粗身啲，系嘛？我哋食落去嘅时候咧。都要用啲力。哇！呢個咩嚟㗎？咁黑嘅？哦，呢個係韓式炸醬面嚟㗎。即係炸完之後會漲係嘛？係啊，漲咗啦。炸醬面唔係辣嘅咩？哦，辣嗰啲係上海式嘅，韓國呢啲咧就甜甜地嘅。係咪好唔好味咧？我食完之後咧，會唔會漲㗎？哦，呢碟咪年糕炒公仔面咯。哦，嗰啲公仔面喺边啊？睇唔到嘅。唉，咪喺度咯。咦，周 Sir， 呢个我识喎。
炆牛筋骨，是炆牛肋骨啊。嗯，佢炆得好落喎，呢牛肋骨。系啊，喂，男人唔系少咗一条肋骨咩？你快食多啲啊！系啊，咁你唔好食咗我条啦。唔啊，我要食啊，好味啊！其实唔讲你唔知喎，呢度嘅老板咧都系 Christian 嚟噶。系咩？系啊，佢教会仲喺附近添。韓國教會，是啊，他教會在尖沙咀很多年了。哇，我也想去看看。大家好，大家好，香港東信教會，進去看看。哇，估唔到呢间教会喺一间商业大厦入边，地方咧就唔系好大，但系有好多会友噶。当中咧一家大细啦，青少年小朋友咧就争在啦，佢哋个个都多才多艺噶。上两寸粗，不过唔知韩国人喺香港又有冇遇到文化上嘅冲突嘅咧？我住喺香港好耐咧，可能我个性格啊，或者系嗰啲文化咧，系好接近嗰啲香港人嘅。不过咧，就我就留意到其他韩国人咧，就啱啱嚟韩国啊，或者嗰啲咧就可能好难去沟通啊。韩国公司就啲上司叫你做嘢就唔会问，咁就去做嘢啊，即系无论系咩问题都系好尊重上面嗰啲人啊。就可能我就可能我住得耐就冇乜大問題嘅。係啊，咁你喺呢間教會咧，有冇啲咩特別嘅經歷啊？有段時間就我哋教堂就唔係幾好，即係好多人就離開香港啦。特別係可能係1997年嗰陣時咧，就個經濟危機嗰陣時咧，就好多人就離開。啲韓國人嚟香港咧，係嗰啲係韓國總公司係批過嚟香港做嘢，咁就。經濟危機嗰陣時，全部都要冇辦法要翻去啦。咁我哋教堂都係教會都少咗好多人。咁就我哋教會嗰啲兄弟姊妹就好勤力去支持呢間教堂，就付出咗好多。咁就我哋而家呢棟樓咧，就二樓啊、10樓啊、18樓啦、啊，都係屬於我哋嘅，即係我哋買咗咯。聖經食知識。禁果为何不可吃？这个呢就是神呢做人的时间呢对人一个很简单的期望，就是期望呢人呢对神有一颗真的绝对信靠和信服的心。所以特别在这个伊甸里面呢，神呢是摆了火这个分别成个树的果子里面，让人呢来到去表现他真的能够按着神的吩咐不去吃这种果子。但很可惜，亞當夏娃咧係唔能夠咧守住呢個好簡單嘅呢咁嘅吩咐咧，唔能夠活出一顆信靠信服神嘅生命，係失敗嘅叫做。好香啊 ！Kawina， 你咪流曬口水咁啦！呢一日香港東信教會搞咗一個30周年慶祝活動，全部嘅嘢食由一班女士親手炮製嘅，夠曬温馨啊！去完韓國，翻嚟香港啦，等我哋探探周崇嘅教會先。我呢啲咁型嘅人，梗系要揾一个好潮嘅教会翻啦。